也许应该这样讲，我们进庙七神是好听的话，难听一点，我们很多人是瞎子，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教育里面，我们没有教到我们说我们怎么去端照，怎么去观看这些东西。我很喜欢里面那个人情的那种感觉。那我是觉得有时候还斗胆的跟人家说，你来戏班竟然意外的，很意外的保留了很好的闽南的传统文化。